据台湾媒体报道，小 S 徐熙娣已经有三个漂亮的女儿了。最近她频频被问是否要再生第四胎，似乎仍没有确切答案。但态度自若没有架子的她，还在脸书摆出新照片，开玩笑表示自己似乎又有孕。但下一张照片答案立刻揭晓，原来是她的女儿躲在她的衣服内。一开始网友还相当惊讶，觉得为何小 S 又大肚子，没想到这是她与女儿之间的玩笑，真的是很有趣。常常在各社群网站，包括微博、脸书以及 Instagram 上与粉丝积极互动的小 S， 分享自己的旅行经验之外，也分享自己与三个女儿之间的相处的温馨画面。从当年的那个血腥美少女做出大改变，迄今她已经成为了一个超级辣妈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没想到这是她与女儿之间的玩笑，真的是很有趣。常常在各社群网站，包括微博、脸书以及 Instagram 上与粉丝积极互动的小 S， 分享自己的旅行经验之外，也分享自己与三个女儿之间的相处的。据台湾媒体报道，小 S 徐熙娣已经有三个漂亮的女儿了。最近她频频被问是否要再生第四胎，似乎仍将照片答案立刻揭晓，原来是她的女儿躲在她的衣服内。一开始网友还相当惊讶，觉得为何小 S 又大肚子没有确切答案。但态度自若没有架子的她，还在脸书摆出新照片，开玩笑表示自己似乎又有孕，但下一